定内浸信会和中华基督教救助协会一起合作，帮助基隆区弱势老人、家庭和孩子。陈建宏是一位独居老人，住在基隆中山区半山腰一间脏、臭、乱、屋顶漏水、门窗腐朽的危险房屋中。救助协会提供经费，教会提供人力，并且感动建筑包商赵台新老板无偿提供工程及材料，帮助陈建宏修理房屋、打扫清洁、重新整顿家园。参与本次服事同工有宣诚义牧师、林宗义牧师、庄世贤牧师、蒋传世传道、梁维成弟兄、王金彪弟兄、许秀金姊妹、陈淑美姊妹。家就有幸福。